我是公共关系的组长的110年，10月3号，然后树林站树林站10:52的巴士是6198次哦，树林发车将西部干线开往南，台北的有三天起12辆，别组3001车王皮蛋豆腐腾云号车王在树林站停靠。那如果下面跟班长们都对我们的就完美，我的班次则是下礼拜才会，是吧？但是可以首度参观进入搭乘，真的还蛮感动，是吧？只能说期待再期待了。啊，如果喜欢朋友们，咱们都用不到就跟我们他说，哇，能够搭乘这种新型城际列车，最强的列车，要1NU3000，是吧？这样蛮感动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好吧。